上天明鉴，我什么时候说他胖这个字了？你说我的体重都能撞死人了，不就是说我胖吗？大姐，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已经超出人类范畴了。你看，你还叫我大姐，亏得我不远万里还在特产回来孝敬你。既然这样，你那份我就给你吃了吧。<笑>儿媳，儿媳，儿媳，你在哪儿啊？儿媳，儿媳，你干嘛呀？ 你怎么能瘦得看不见了呀？你这眼睛也太浮夸了吧！你快给大家去小林家吧，太热了，我要喝冰城汁儿。请特产来换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受不了你了。这还差不多，走了。哎，怎么瘦了呀？你刚才还说我壮丁呢。小心点，上去吃。进来吧。哇，小林果然是个小富婆啊！ 这简直就是豪宅啊！哇，这个房间好看，窗外的风景也好看，还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喂，怎么办？我有一种傍了富婆的感觉。 大婶的电话呀，富婆的电话。喂，小玲啊，我接大儿媳了。小玲，小玲，我更爱你了，我要嫁给你。去去去，去你的！我是正常女生，好吗？为了你，我可以变成男的。哎呀，恶心死了，把电话给薇薇，不想跟你说话。喂，小玲。 好，你放心吧。薇薇，我住哪个房间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里面那个是你的。你先来的，把大的房间留给我啊。你要是不要的话，可以换啊。我刚才看过了，窗户外面正好对着小区花园，有个游泳池，刚才请帅哥的游泳啊。不要说你认识我，哎呀，我过过眼瘾还不行吗？薇薇。 我没来之前，大神有没有来过呀？哼，一定来过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薇薇，你太过分了。来来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上班去了，自己慢慢收拾吧。一问到关键的问题就要跑了，拜拜。 钱凑齐了吗，赵二喜？堂堂一个外语学院的大才子，张口闭口就是钱，俗不俗啊？你说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欠钱不还，还被追债，你真是够脱俗的啊！谁说不还了？我这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吗？我先首付给你2000，剩下的3000我按揭。你不会5000块钱想还3年吧？现在物价涨这么快，你要我怎么算你利息啊？ 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大家同学一场，难道你还要靠放我高利贷来发家致富吗？2000块钱已经是我下学期一半的生活费了。要不然，你给我打工还钱吧。打工？你记下我家的地址，1个小时内来报到，不然后果自负哦。
来的时候再帮我买点吃的。你等一下，你说慢点，我记一下。迟到15分钟，从工资里边扣，进来吧。 我已经是飞毛腿了，才那么快赶过来好吗？闪电侠都没有我快。还没进家门，就算迟到的时间。有钱人啊！ 我这二喜，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矜持点，有点气质。要换作是，我这就是这么自由奔放的野猪流，不行啊！哎，等等，你该说要是谁啊？要是薇薇呀？你别胡思乱想，贝薇薇在我这儿还不如你呢。曹光，我警告你啊，你骂我可以，但是骂我们家薇薇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风度啊？ 不就是没追上吗？至于这么耿耿于怀吗？哼！没想到他演技挺好啊，有一天他要是把你给卖了，你可别怨我没有提醒过你。我警告你了，你还说？咖啡，你醒了。咖啡，你从哪偷来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啊？它不咬人吧？ 看心情啊！你别告诉我你害怕小猫。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再过来一步，我就跳楼给你看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放心把咖啡交给你照顾。那你还是还我3000块钱吧。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说让我照顾他抵债？对啊，过几天我有可能出去一阵子。 想把咖啡托付给你照顾，100天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这样仔细一看，这个猫咪确实跟外面凶神恶煞的猫咪不太一样。灵动的眼神里面有一丝呆萌的气质，这点跟我很像。我们还是很有缘的嘛，猫猫。 你是喜欢我的对吧？那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，那我就考验一下你，看你到底能不能照顾好我的咖啡。嗯，好考验啊！当然，你以为照顾猫简单啊？每天早晚各清理一次便盆，一日三餐水没有了就得加，每3天就要洗一次澡，而且吹风机一定要吹到完全干才行。如果它过来蹭你的时候，你就要陪它玩一会儿。 那个箱子里全部是他的玩具。你这家伙过得比我都好，我还没有玩具。反正我还要过几天才走，那我就帮你实战指导一下吧。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吧。Yes sir，第一课是什么？铲猫屎。好臭啊！ 难道你都闻不到吗？我早就百毒不侵了。啊？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你完全用你的嘴巴呼吸试下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么一来，好像有一丝甜甜的味道。 好了，铲屎大将军，我们开始吧。你要准点的下手。抖一下，抖一下，把上面干净了之后抖掉。就这样。那怎么感觉越擦越臭？别笑了，厕所在哪？前面那个。
你弄完了，别忘了回来换新的猫砂。If you wanna be my love， 我要走了。哎，你要拎着逃脱啊？逃脱你个头啊！我今天要去实习公司报个到，就快来不及了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明天就出国，下次再跟你学习。拜拜。阿爽师兄，你叫我啊？对，手游最后一关的 BOSS 还没有做掉落测试，你在电脑模拟器上做一下。好。对，掉率是千分之一，所以你至少得做几万次才有准确的数字，你统计一下概率告诉我，去吧。好的。阿爽师兄，我想请问，之前我写的报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我没有给你添乱？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来去做吧。爸，平，就你了。不会又欺负你了吧？没事儿。几万次，那我要刷到什么时候啊？这类 BOSS， 我在《倩女》里刷过很多，特点就是血厚。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打败他，他就会陷入狂暴状态。哎，我可以设计一个后台小程序。让电脑自己帮我刷呀。不是让你做掉落测试吗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不要以为报告没问题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阿爽师兄，我想做一个后台小程序，让电脑自己刷，这样可以更快一点。你看。谁让你用自动程序了？你们女生就知道偷懒。你的名字是张二喜，是人事部，你可能要快点。谢谢谢谢。甄经理好，今天妆化的不错哦。芦苇微微，你肯定想不到甄水无香居然是你老板吧？贝贝姐，爆料爆料，我是开发部的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你们都是吗？我也是。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啊！说什么呢？赶紧去各个部门报道去。哦。程序助理已经很多了，该不会被分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吧？哎，那这个是你的。
姐姐，总务部是干嘛的？啊，你稍等，我带你去。 以后啊，那个靠窗的位子就是你的了，阳光和空调都非常好，进出也方便。姐姐，我以后的工作是什么呀？你的工作啊，经理不告诉你。这样，谢谢谢谢啊，不客气啊。哎，姐姐，啊，能不能问一下工资是多少呀？你的话，150。150？一天？嗯，这是我们给顶级实习生最高的薪资。 如果有事随时来找我啊！哎呀，这个公司真是好呀，连我这样的小实习生待遇都可以这么好，工资还是150一天，再加上曹光每天给我的100，陆队长250一天。 你坐，你坐。这150一天拿的工资也太爽了吧！贝贝姐，嗯，新来的这个实习生什么情况呀？总务部一天都忙成狗了。 在那儿玩手机，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他呀，他应该是少东家的关系户，不是吧？就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，他可是被少东家捡回简历的那个人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还跟少东家眉来眼去的呢。真的假的？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帮他忙前忙后的安排啊？少东家，他品味怎么这么独特呀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土死了。 赵二喜，我吃好了。 出门吃饭都说还没下雨呢，就没带伞。你不知道今天有雷阵雨啊？全公司的员工都在公司吃饭，你跑出去干嘛呀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突然想吃那家的菜了。哦，突然间的自我，哎呦我。 擦擦吧。
谢谢。二爽，你要不要喝点热水？啊，不用。阿爽，我看你感冒挺严重的，你回去休息，我给你请假。啊，我工作还没有完成呢，一会儿看情况吧。我那好像有一盒感冒药，拿来给你顶顶。好，谢谢。没了，算了，帮他买一盒去。喂，赵总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发。帮我买盒感冒药呗。谁感冒了？阿爽感冒了，我呢要去给他买感冒药。这不吗，刚接一电话，要传一个紧急文件给客户，帮我跑一趟。好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如果阿爽师兄知道是我买的，会不会宁死不吃啊？那就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，他还能吐出来啊。怎么回事？喂，师妹，叫你买个药，怎么买成这样？不关愚公师兄的事儿。好吧，那阿爽不是感冒了吗？本来是我去给阿爽买药的，完了我突然接了一个客户电话，让我发一个紧急文件，就让微微师妹帮我去买了衣服。去哪儿啊？不加班了？回家。脏了怎么办？这不是去小林家的路啊。去我家。你家近一点。还有，不用担心会把我家弄脏。我这里很少来客人，你穿我的拖鞋。
那你怎么办啊？在客厅等我。拖鞋只有一双，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。下雨天，怎么不带伞又跑出去？冤枉！我出去的时候雨都停了，谁知道回来的路上又下起来了。阿水难为你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那，你多没面子啊！委屈吗？才不啊！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而且阿爽师兄应该对我也改观了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。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微微，把湿衣服换下来，没穿过的。大神的衬衫和裤子，不要。难道你要我穿过的？哎呦，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，很小清新嘛。随便拿的。三嫂呢？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？今天周六。哎，而且他感冒了。哼，巧了，阿爽也感冒了。这下雨天回去吹了空调肯定会感冒呀，老三，你也注意点啊。嗯。老大。你家属他生病了，对，有点感冒。愚公和我说了，说是为了帮我买药，还淋了大雨。差不多。其实我不是故意为难他，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你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什么，我把他交给愚公，愚公交给你，工作范畴内的事情。
当然由你来决定。不过，最早我以为你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，所以排斥女性。后来发现，你或许只是对女性 IT 工作者有看法。在这点上，我希望微微能够改变你的看法。我吃过亏。人和人总是不同的，别一概而论。不过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老大，你家属他，我是说，贝微微，他真的不一样。起床呀！今天是周六，我要睡懒觉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今天公司加班，实习生都有双倍工资呢。300块，我来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微微，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那个。我最近不是在练锻造术吗？可是时间快来不及了。你今天休息在家，不如帮我练一下呗。锻造术？对呀，我想送朋友一把最顶级的剑，可是现在上班时间来不及。如果你白天帮我练，晚上我回来再接着练，肯定就来得及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赶快上班去吧。爱死你了！回来给你带果汁啊。千万不能被儿媳看到，快点盖上，快点盖上。天哪，快点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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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了吧，再来点。这么久才接电话，吵醒你了？因为不想接你电话。那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？我的游魂。身体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感觉还好。我要是感冒了，就都怪你。如果你昨天把我直接送回家，就不会感冒了。你家有舍友，不方便。肖总，你的上班时间到了，请专心当你的码农。再见。中午过来一起吃饭。抱歉，你的手机已欠费，短信未发送成功。上你。
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摆脱到老，最好从下。喂，微微，郑教授练得怎么样了？我提前下班了，但是要赶去一个朋友家里喂猫，暂时回不来，你万万记得帮我练啊。好，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这速度嗖嗖的。谢谢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快停车！我坐过站了。这里不让停车的，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啊！哦，谢谢师傅。谁啊？你都穷到这个地步了？啊？你这件衣服的使用率也太高了吧！我这衣服同样的有好几件呢。呵呵呵，去给咖啡洗澡吧。哎，是不是洗完我就能回去了？洗完再说。我是不是在自虐啊？明知道你是那样的人，还找你的舍友来喂猫。居然在线。一直跑来跑去干什么呢？连我上线都没注意。你是在练锻造术吗？微光，好像是二喜的徒弟吧？果然是他。我不是，二喜游戏里的朋友本来就少，这个该不会是他要送礼物的那个吧？那我就不能告诉他我不是二喜了，万一他误会二喜找代练做礼物就不好了。事先下了，下次再聊。这么快？嗯，有事，拜拜。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。
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在不用把别人寻，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